你嘎不嘎杆子门啊？嘎怎么了？不嘎怎么了？大枣多少钱？啊，14块钱一包，二斤。玉米面呢？5块钱二斤。买点粽子吧。啊，你嘎不嘎杆子门啊？嘎怎么了？不嘎又怎么了？一零两下。哎，以后拿的时候要快一点。知道了，小哥。听见了？哎呦我的妈！烟雨昏红红。小哥，你干子门给这个粽子吃肉香。肉香啊，没白干。注意身体啊！去炸炸。